那我们要干嘛嘞？不知道，等他们吧。那只好先请各位来帮我想一下，我的表服要放什么了。什么表服？哦，这个表服啊，我想不到画什么。你叫他们想，一定都是地精什么的啊。God，我刚刚一开台的时候已经问过了，十个真的八啊？个都说地精，是不是是？是，一定啊，绝对的 God，啊。我可以取另外两个啊。什么？另外两个？总会有别的意见嘛？不可能呐、啊，拜托。不然你可以用那个啊，就是国外都会有那个花园都会放的那个小矮人，在游啊？戏都会被踢烂的那一种小矮人，你有看过吗？我觉得《部落战争》里面那个就蛮可爱的，看起来你超说，慈祥，你说头毛的那个吗？还是哪一个？就没有带装备的那个，干，看起来就很友善王啊。子心动啊！干，奇怪，老王也不知道去哪了。对啊。而且还是他说也坚持，一定要拆，一定要准时开。真的。看，鸟屎在干嘛？他传了一个下载档案给我，啊，我不他是是不给是被连接盗了了？吗？我刚不是给他连接吗？我觉得老王，对啊，我也觉得老王睡着了。那怎么办？轮流打电话给他。就不用了，等他起床自己起床，不喜欢就算了，只好逛个 Steam 了。现在还有特价吗？没什么特价，我只看有什么新游戏而已。买了没时间玩。算，都买不起。去工作。开 Facebook，又想到没看演唱会的事情。别说了。好可怕啊！是有人送礼给我吗？送什么礼？指定的。送礼？谁送礼给你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一直流鼻涕耶，fuck！没道理啊，我 Steam 上应该是没有朋友的，还是谁按错了？管有就好了，是收到游戏日志啊。对啊。为什么你有没有？不一定是好游戏啊！那算了。Awesome Nut 可以三对三，诶，好像不错诶，好像不错又要找诶，游戏哦。不是这个游戏特价啊，现在。69块啊！刚不刚知道聊天是有人推的，只是不知道他哪一连个线哪是一怎个？样。我 po，等一下，来来来。来去搜这个，看起来很可爱啊。哦，我好像有嘞，你有？罐头送我的，真假的？好玩吗？没玩过，顺阳，哎，周末免费啊，干！那我装一下，
干，不要再跟我提余韵了。周末免费，他妈的装了啊，guys！所以周末就可以直接，就他可以，他现在一天五个小时，还有还剩下一天五个小时，可以。干，先装再说。先装再说。好玩再说。他有三对三可以打、欸。对啊。这样我们六个人开才可以耶。没有，今天少一个人。干可能会少两个人，因为老王不见了。啊，对呢。哦。先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今天八毛是绝对不会出现的。没错。也绝对不会乱入。所以如果你是为了他来的话，你可以先去陪他睡觉。你可以先 fuck off。哎，看我看到一个那个新闻，好恐怖哎！嗯，男中15枪身亡，然后张眼翘脚参加自己的丧礼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可以？就是波多黎各现在好像很流行一种丧礼，就是他们把尸体抬出来，嗯，然后把他打扮成生前的样子，然后坐在那边。好可怕啊、哦！超可怕的。你要看照片吗？不要再跟我讲演唱会的事情了，我现在一点都不想要听到演唱会的事情。演唱会得罪你了吗？非常，没有，是我的问题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你。你发的文，什么都不想讲。而且我看那个新闻，而且我的那个这个新闻上面的广告是打炮困扰解决，强硬面对，婆娑起舞，坚毅不拔，战胜自我，解决激情问题，大到想不到，用过都满意。硬是要撑住，成为抢手货，看三小，看也太励志了吧！好烂哦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觉得宣传的还蛮会想的、啊。但还有那个图片，超可怕的啦，好不自然哦，好恐怖哦。嗯。可是好像是那样子，他们好像是波多黎各最近的那个，好像他们的殡葬业会有这样的服务。是啊，好恐怖哦。其实还好啦，是自己的亲人，我觉得还好。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哎、欸，我个人啦，我个人觉得说，他们如果已经往生的话，就让他们好好躺着休息。嗯。哎、欸，真的不见嘞、欸。没道理啊！哥，不见了！老王去哪儿了？嗯，我快装好了。为什么你那么快？我才8%哎、欸。那很。你好快哦！哥，我不是100枚吗？假的。我都已经才超过一半了。都吃网络、啊。好吃。而且昨天还有。我家才那个哎、欸，八妹而已。我家才八妹而已，还赢你哎、欸！但是网络进入设置区直接变慢。怎么办？老王在哪？正常来讲，他应该10分钟就会起床的、啊。看，完蛋了，一定有问题。
还是我现在先去他家门口叫嚣。那他爸，他爸会出来揍你。没有在家、啊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么晚，老王也不可能在外面啊。应该睡了吧？哦，对哦，他今天有上班呢。嗯，好辛苦哦。我刚要开的时候，八点多，他那个英雄联盟还有上线，然后问他要打吗？到现在还没回我。他就是暴，怎么可能？他只是不想回你呢。没有，他已经离开，现在已经红灯，应该是真的睡着了。真的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求了，他一定又在那边偷看《火影忍者》，每次一看就睡着。真的哎，干！可是今天人这么少，我本来打算要边开台边看韩剧。喂，他一直讲话，害我都没有办法专心看韩剧。不如今天就开到这里啊！谢谢大家。是，我们就现在出去找个地方吃饭，然后用手机看韩剧啊。哎，也是波赖，没关系啊，还不错啊。这几天又突然又冷。然后又下雨，对啊，然后又好冷哦，大了。Cold。你准备好了吗？等好了，已经要开始玩游戏，准备管台是不是？超吵！不是要进去看看能不能连线吗？好，我先看可不可以连线，先看怎么连好了。Play the game。他还要装 Microsoft Visual C 加加2005。欸，我好像我好像蛮久没开了，对不对？欸，上礼拜我有开吗？没吧。上礼拜哦，上礼拜我在搬家。嗯。超级开游戏，直接转游戏画面了。超快！嗯，啊、好大声哦！臭八七，吓我一跳！这怎么连线呢、啊？嗯，汤姆克兰西已经修好了吗？应该修好了，可是你中立没装吧？我中立绝对跑不动的、啊。对啊。电呢、欸？对啊。我在看《太阳的后裔》。忍受不了诱惑，点开了，觉得好好看哦。宋慧乔好正哦。只好先玩一下教学。那我知道，现在打一下部落战争。干不隔壁，哎、欸，我今天看到有人开部落战争呢、欸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是教学吗？他，对啊，他算了，我先跳回。聊天好了。
真的爬不上去，我觉得到1600就被吊打了。那爬不上去，那就是单位的问题呀、啊，有声差超多的。为什么小六玩这么快啊？我今天连一台都没爆，我就死掉了、欸，而且是连死三场都这样子，我真的都不想玩了、欸。可能我有抽到一些比较没这有个一等位级女比的较比较会，不会打的。你的阵是怎样啊？我现在就是野蛮人，然后飞桶，然后大只的骷髅，还有女巫枪手，大概就这样，我就觉得很好打。所以你主要是靠什么？飞桶啊？我几乎全部都是用手的，然后就是等到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招，我就丢一个飞桶，一次大概可以打七八百。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先换第十好了？不然，要说他卡更新，要吗？可卡，不是可卡，可换。好，那我先挂这边。不不。啊！我要去尿尿，他们还没连进来，啊，连进来了。喂，喂，我去拉个尿。哦，小六换边换 Discord，可以挂包。Lady 喜欢太阳的后裔二配对吗？谁是男二？我还不知道哎、欸。偷的那个黑社会吗？不要再跟我提演唱会了，一提就不开心。喂喂喂！哎呦，为什么我没声音？挂。妈咖喱，有声音哈？哎、欸，你舌头那怎样啊？你咬到是不是？我就咬到啊！你自己咬成那样，你怎么会这样啊？就吃饭讲话我就咬到啊！是啊，好惨哦！超级痛。是呀、是啊，超级咬痛，舌膜，反正是咬舌嘛。哎 欸，你有装那游戏吗？你直接开始打游戏，我正在装啊，我正在装啊。那游戏看起来很可爱，你有看到吗？有啊，我正在装啊。感觉像风之谷 PK。啊，小六不能讲话是不是？他说我电子音呢、欸，一点点啊，那我换个服务你器有好了。一点点，我换速器，真大的家会断一下，等一下哦。？OK。Arrow，嗯，好，有好一点吗？应该 OK 了。应该有吧。为什么小刘不能讲话啊？啊？改设定呢？喂，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喂，有吗？有，U 了。干，老王是睡到爆诶、欸。他是睡着了，对不对？一定的啦。不过他很累，也不知道要不要叫他起来。他今天有上班可是不叫起来，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叫我也来？是那。不然就让他睡到40分，我们再叫他好了。好，
那我们大家一起睡到40分好了。好，就早上10:40大家起床，嗯，而且是Mona帮我关台。好可怜哦，老王，周六还要上班，个惨逼吧。啊，我记得这个游戏了，他好像要跟别人一起打，然后我打了大概30秒之后，我就觉得不行，我会拖累大家，我就不玩了。啊，别这样说啊。嗯哼。上礼拜我没开，然后上上礼拜我也没开，对不对？我也不在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去日本。嗯。哦，所以我等于是2个礼拜没跟大家讲到话了，是不是？我说 LNG 的时候。对啊。嗯，感觉没有那么久哎，把它讲到哎变红线哎，现在上传变红色，大家应该超累的。等下要说累个累个断了断了，应该是哎，我是转圈了啦，我这边已经在转了，就好了。怎么上传突然变那么差、啊？嗯，奇怪。看，可以改成中文吗？什么东西？你说那游戏吗？忘记了。对啊。没个印象哎。我上传现在掉很多哎。没有中文。干，谁声音那么大声啊？没有哎、欸，是我吗？妈，小雷给我戴耳机哦！小雷给我戴耳机，我换个伺服器好了，我换个伺服器啊。什么？我还好吗？我很好啊。